马可福音第十章一节，耶稣对遐起身，来到犹太的境界，到约旦河外，众人各聚集到伊遐，伊阁照常教训因。有法利赛人来问伊讲：人离出母汤吗？意思要试探伊。耶稣因讲：摩西命令恁的是虾米？因讲：摩西准人写律书，照汤离母。果在耶稣讲：摩西因为恁的心硬，所以才写这条命令予恁。总是对起头创造的时阵，神创造人是做男做女，因为安尼，人要离开父母，甲某结连，两个要成做一体，亲像安尼，翁某无过是两个人，就是做一体。所以神配合的，人唔通分开，入厝内。门徒就问伊这个代志，耶稣对因讲：既那离母另外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高于伊的母；不那弃杀丈夫，另外嫁的，也是犯奸淫。十三节，有人娶细囝来见耶稣，要耶稣问因，门徒就责备遐人。耶稣看到安尼，就大无欢喜，对门徒讲：“用阮细囝就见我，唔通禁止因，因为伫神的国，都是这种的人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囡仔要承受神的国，若无亲像细囝，决断袂当入去，就抱细囝，甲因换手，为因祝福。”十七节，耶稣出来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走来，跪在伊的面前，问伊讲：“好的先生啊，我得怎样做，才通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你是安怎称呼我是好啊？除了神一个以外，也无好的。改名你是知影，唔通害人。”唔通奸淫，唔通偷窃，唔通做假见证，唔通揭开人，要孝敬父母。伊对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这一切我对细汉拢遵守啦。”耶稣看伊，就疼伊，对伊讲：“你要欠一项，就去卖你所有的，来分予善良人。”就要有财宝伫天顶，你爱过来对我。伊听起这个话，面就失色，油门就去，因为伊的产业真多。二三节，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讲：有钱财的人入神的国是偌大恶啊！门徒奇怪伊的话，耶稣阁对因讲。细囝，我靠钱财的人入神的国，是偌大的恶啊！骆驼穿过江片，比好野人入神的国要较快呢。门徒就不知奇怪，对伊讲：“安尼是虾米人会得救呢？”耶稣看因讲：“在人是未会，在神就唔是安尼。”因为神凡事拢会。二八节，彼得就对伊讲：“看，阮已经放了所有的来对你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人为着我甲福音放了厝体，还是兄弟姊妹、父母、子儿、田园，一定会伫今生得到百倍。”就是厝体、兄弟、姊妹、老母、子儿、田园，搁要受困逼，伫来世要得到永生。总是有真济大生的，特别做落尾，落尾的
特别做大圣。三十二节，因行路上耶路撒冷，耶稣行在头前，门徒就戆眼，对的人也惊吓。耶稣阁叫十二个门徒来，将家己所要拄到的代志，甲因讲：看，咱上耶路撒冷，人子得要受交予祭司长、甲文士，因要定伊死罪，交予外邦人，因要戏弄伊，戏弄伫伊的面，鞭拍伊，杀死伊。过三日，伊要阁活。三十五节，西比泰的囝雅各、约翰进前来，对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阮无论对你求什么，愿你甲阮做。”耶稣讲：“爱我甲恁做什么？”因讲：“赐阮伫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伫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伫你的倒边。”耶稣讲：“恁毋知所求的是什么？我所啉的杯，恁会啉吗？我所受的洗，恁会受吗？”因讲：“阮会。”耶稣讲：“我所啉的杯，恁也要啉；我所受的洗，恁也要受。总是坐伫我的倒边、正边，毋是我会通予人的。”就是为着什么人预备的，就赐予什么人。那十个门徒听到，就想起雅各甲约翰。四十二节，耶稣叫因来，对因讲：恁知影，外邦人有尊做君王的来治理因，有大人超权管辖因，干那伫恁中间，毋是安尼。恁中间什么人爱做大的，就要做恁的车用；在恁中间什么人爱做头的，就要做正人的萝卜。因为人主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就是要服侍人，搁要献家己的性命来救赎真济人。四十六节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甲门徒。甲规大阵的人出耶利哥的时阵，有一个乞丐的青盲人，是底麦的子巴底麦，坐伫路边。伊听起是那撒勒人耶稣，就哀求讲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哦！”有真济人责备伊，不准伊出声。伊却那大声哀求讲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！”可怜我，耶稣就停下，讲叫伊来，因就叫迄个青盲人，对伊讲：安心，起来，伊得叫你啦。青盲人就脱落衫，跳起来，行到耶稣遐。耶稣讲：爱我为你做虾米？青盲人讲：先生，我爱会看到。耶稣讲。你去啊，你的信救了你啦。青盲人随时看到，就伫路里对耶稣。